你好 Fanny， 我是来自 Matrix EAO 的郝勇，之前非常荣幸的听到过您来西星场之后的讲演，使我受益匪浅，也使我的工作得到了很多的启发。这次听说您要调任辛辛那提的消息，在这里预祝您未来的工作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。